中国我所采取方。这里是中国，当你居在十个层的高楼，只想独享一份自由宁静，楼下传来鸟的嘀咕声，从白昼到夜晚重复怪异，有点扎心。好几天才明白，原来是交通路口安装的电子防身报警器，尤其深夜满城回音，像鬼在哀鸣。还有学校操场集会训练的声响喇叭，一年级一班立正稍息，一年级二班向一班靠拢，对一帮齐刷刷的小学生尖笑声口行使训导权利。完毕后齐唱踏着革命先烈的鞋迹回到教室里去。这里是中国，千万不要发表反动言论。于是你开逃去到一间长生码头声响的书店，刚刚端起咖啡打开一本书，准备享受片刻逃逸时光，忽然户外响起电站主持的巨响，这一把你的神经震麻，久久也不停息。在你离店时发觉店老板在用一块很脏的布擦拭杯口，然而你的咖啡已经进到斗里。这里是中国，不要为此生气。想想乘坐高铁时，你的前座把视频里的声音放得何其响亮，整整三个小时，你能把它怎样？城市、路边、社区、广场，何须不是噪音喧闹之地，伴随着刺鼻的烟味和吐痰声，闹也闹不过去。这里是中国，如果不闹出点响声动静，怎么引起人的注意？还有拦路车骑的标语口号，权力的傲慢无所不在，党权服务站一区明显的违章建筑就聚集在沃尔玛的大门口，商业路口的中心里面坐着几个穿红马甲的闲人，享受着空调无所事事，蔓延的监视器摄像头前对着你的脑门，后对着你的屁股，转身时左右夹击。然而面对横穿马路乱按喇叭的人，手手不抖，多少坑蒙拐骗。坐地铁时能无分离全身扫描，持棍的保安来回在车厢走动，争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不管车上有人无人，每隔十分钟重复播放，去了无耻无言以对。如果老外听得懂一定会疯掉。这里是中国，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，它已变成了一个囧监狱，人人抽手不堪，满街散发出地沟油特有的阵阵恶臭。搜索里挤进两个外卖员，在电梯关门之际，一声臭汗就已把一群苍蝇引领进来，十二楼紧跟你的身后。这里是中国，放眼望去高楼林立，夜晚宇宙电子支付不用纸币，中国人似乎提前迈进一百年后的魔幻世界，但又落后文明人生活一百年，是一个现代化的野蛮之邦。这点与他的近邻日本比十分明显，人人被管得像个龟孙子，又自动为飞龙在天，多么奇怪荒谬。一句话是一个没有教养没有秩序闹哄哄而又冷冰冰的社会。这里是中国，直到五千岁了能在气喘吁吁和汗淋漓地奔跑，没有目的方向。